大家好，我是静静，今天在这偶遇大哥，又在这杀树。今天杀的这个树大概有5层楼房那么高，看着特别的害怕。其实高空还是挺危险的。走，我们去看一下吧。现在有5层了吧？有5层了，刚刚。听着，两个，哎，对啊，我给你上大街，大街去，好，起来，招呼呢，招呼。这就是高手，不乱晃呀！我乱晃，吓人！那还没有那个那李三元庄那个树晃的，真的。一听那个一愣，半马远。接了不接？不接了。直接把绳给他拴在那，他自己滴楼上去吗？嗯。好了，老王。这个是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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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
了有福啊。不买的是吧吗？你的那个的，你的那个的，啊？有多大？我也没看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这回你要多少钱呀？我带他回去看看他去。好好，我看吧。哎，不用提了。哪个有千把块羊吗？咱本地哪个有这样羊吗？好好好，拿回去看啊。不是买的是吧吗？好好好好，拿去看一看。有个大洋物，带1000多块，你知道？还有他。